首先，台南市长为着接受记者的联访，我们非常感谢哈，今天能够跟陈吉仲主委以及我们麻豆农会、我们孙总干事，还有所有的好朋友陈理事长，还有我们台南市各界各位议员，大家一起来参加我们麻豆的文旦节的记者会，可以看得到，事实上我们今年的文旦估计起来，量跟质都会大大的向上提升，量会增加5%，质会因为老长增多，所以说我们的文旦我相信会在将来的这个销售上会大大的提升。尤其呢，很重要的是，刚好我们中秋节文旦的上市配合振兴券的发行，我相信大家来麻豆来台南消费振兴券一定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满意，而且配合台南市购物节我相信大奖讲不完，也会有很多这个加码的措施。所以呢，来麻豆买文旦，第一个买到最好的文旦 ，CP 值最高；第二个又有这个加码活动；第三个又可以抽大奖；第四个又参加台南购物节的活动。我相信真的是物超所值，我相信这是最明智的选择。当然，麻豆文旦已经开始在采收了。今年麻豆文旦的品质，不论在产量加甜度嘞，拢比往年较好。因此嘞，麻豆区农会嘞，特别于8月14日，以七夕情人节当天嘞，在麻豆区农会超市前嘞，广场举办2021年麻豆文旦先上市记者会，并邀请农艺会主委陈吉仲、甲台南市长黄伟哲莅临。幼儿告白，农委会主委陈吉仲表示：“掌声欢迎！我想跟市长一样，如果这个画面被回去，自己老婆看到情人节跑来麻豆跟孙志明总干事合照，那他说要跟我们的幼子说情人节的话，其实我心里话一样哦。那我喜欢文旦，跟我喜欢太太一样，永久不变的。”所以希望所有的我们台湾消费者喜欢买我们的文旦。那今天很感谢从我们台南市的大家长，我们黄伟哲市长带领的我们的农业局局长，我们的民政局长都一起参加。当然今天更重要，我要在这里要特别感谢所有麻豆的爷爷这以外的农民吼，恁有一个上好的立法委员啦，伊叫做郭国文啦，暗示郭国文委员3年前。开始要求农委会做一堆加工外销、内销才会促销。我想按足多意外介绍，无法当维持做好，按是不是一个郭国文委员一个掌声感谢郭文委员对农民的教育。当然，今天按在座的麻豆农会，按的陈理事长、咱的乡干、甲孙志明总干事，麻豆农会真正是全台湾农会第一名。你去看所有的农产品。像我讲，从这个油啊，会使甲时尚、甲整个加工，甚至整个创意结合，它已经翻转了整个台湾的农业。所以农委会这一边绝对全力支持麻豆农会，由我们陈理事长带领的团队。那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由台南市农会吴家仁总干事带领的所有的每一个区的农会的总干事都来参加。其实我今天来参加只有一个目的。我就是要让今年的文旦4000多公顷、75000多公吨的文旦的这样的一个产量，只要提供备案，无风胎，无来安休息，农委会在这里保证，我们的文旦价格一定会让农民满意。但这个保证不是用嘴巴讲的，我底下呢就说明几个重要的措施。第一个，在郭国文的建议底下，在孙慈明总干事。他是文旦策略联盟的召集人，我们第一件事情要做什么？做所谓的文旦的加工。今年农委会至少启动1500公吨的加工的收购量，加工的收购价格，我们会请农会请合作社帮忙，每一公斤收12块。这个加工是什么？就是把我们比较大颗的文旦收去做，不管食用的加工，做精油，做环保清洁剂，那这个部分呢，有1500公吨的收购。我想到市面上的其他的中小果，价格会更好。这第一个跟大家报告。第二个要启动什么？
我非常感谢大家的帮忙。在去年，我们文旦外销卖了5100多吨，今年的文旦我们要卖多少？我们外销希望卖5500多吨，所以只要到日本，我们外销的奖励金额每公斤15块，我们到加拿大每公斤13块的奖励，其他国家都有7块这样的一个奖励。按市场来讲，外销也一套，内销的技巧的也做好，所以这个部分的外销，我们绝对要达到这样的一个目标。而且在这里跟所有的农民朋友、跟总干事报告，也跟市长特别报告，因为你是全台湾最会行销农产品，我们的六都，我们全国的县市首长，非常感谢黄伟哲市长帮我们农产品行销这么厉害。你也卖山啊，你也卖台南所有农产品，农委会拢有看到，真正足感谢市长。所以今年安尼外销，这是希望会使行5500吨。除了这个之外，我要特别跟各位报告内销呢，因为离中秋节还有一个多月，所以内销的所有的这个部分里面，我们会给策略联盟，我们会给全国各地的农会，只要有在卖文旦，买500送100，这个部分呢，我们会尽快的来启动，比照去年的六乡券这样的一个规模。那除了这个之外，我们所有的行销，而且离中秋节还有将近一个多月，我想只要农民配合整个品质的管控，我们的文旦绝对会做到最好。那在这里，我们要把所有农民朋友报告，一些按照认真打拼，农委会一定是跟安台南市政府、跟各国文委员、跟所有农会做回来打拼，让所有介绍维持又好。感谢大家，祝大家新年节快乐！多谢，谢谢。再一次，台南市长吴怡蝶也在致辞当中表示：啊，所以呢，我们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谢哦。那刚刚啊，主委这个一句话给他波及的话，都哎呀，我们松北台安尼吼，今天又是情人节，今天又跟我太太讲说主委有夸奖我，但是非常谢谢，因为我们今天是情人节，七夕情人节，又是我们文旦节的记者会，那将来文旦上市的时阵，都要搁拄着啥，拄着那个振兴五倍券的发行啊，所以说各地方都要加码，我们把握一个好的哦，这个机会能够啊，把这个加码可以如果做得更好，安尼吼，诸位头脑开金嘴讲的，这个今年的麻豆文旦，还有下营文旦，还有关田文旦，三大文化文旦产区，我们整个的文旦，台南的文旦就能够啊，这个大发利市，农民哦，会当啊有增加做侪做侪收益，消费者会当买到 CP 值上高的咱的台南文旦，尤其咱的麻豆文旦。所以呢，咱看得到，伊把这个文旦农民哦，这个收入做好，啊，消费者买到好的物件，啊，会当加上啊，使用五倍券，那又可以加上台南购物节的加码抽奖，安尼吼，实在一举五得啊，一举数得。所以我想真欢喜，真感谢啊，心内满满的感谢吼。啊，咱过立委呢，你阿看，伊的山区拢是咱台南的。啊，水果的山区啊，差不多拢是哦，包括啊往来，包括山野，包括文旦，所以呢，我想这边文旦这边呢，看起来应该是过关没问题，而且会更好，再创佳绩。啊，咱今年的这个台南农产品的这个心愿吼，都已经哦达成一大半啊吼，顺利落来个苏科每年的往来。但是不管是非常感谢花大农会，非常感谢盐亚农会，也感谢咱关联农会，把这个文旦做了好，更加感谢咱所有台南市所有啊努力付出的这些农会，会当照顾农民。而且在此祝福咱各位好朋友情人节快乐，也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各位，先欢迎你们来。啊，咱先来甲您考试一下，您敢记得是啥物物件？这是什么？柚子，哎，太小声，大声一点，请问这是什么？柚子。那咱这柚子的台语要怎么说？柚啊，柚啊。所以这柚子，然后柚啊就是柚啊，柚啊，柚啊，那是我们一个新的品牌。
那现在的话，其实咱的一万哈，咱就是用咱迄个鲜果的部分，咱是用柚之法的这个品牌出现。那现在的话，我们做有很多的加工，所以我们希望这个加工可以路走广、走大一点。所以我们要用一个比较有国际的感觉。大家看到一万的时候，哎，刚才被说很西地啊地哦，哎，什么香奈那种感觉。事实上，那个咱的一万啊，所以哈，我们想说用这个来带，把我们品牌带更大，可以带来百货公司，包括全国的。世界的各地这样子，那在这里我也非常感谢我们陈主委，啊，给我咱的市长跟咱的立委的跟咱争取哈，咱马达龙杯，即卖有发包一个迄个要做简易的加工厂，那这个加工厂就变成那以外精油或者会精油哈，这各种提炼，我们要做比较高端的一个产品，希望讲会到咱的一级果品。哎，提升那二级加工的话，哈，哎，更加多元了呢。啊，所以也希望说由这个品牌来带，希望就是把那些农业哈，它规格外面多注意嘛，跟那边齐齐嘎嘎，让规格外面件哈改善更好的延伸，我觉得这样子对咱的产业哈会有很大的帮助。那为什么咱今年哈打农业工啊灾情哈？好最多，然后很多问题，跟咱之前三四月旱灾哈，啊，咱是你变更这些作物哈，都因此受影响。那在这边哈，要甲大家报告的是讲，咱麻豆，要把咱台湾全线以外无受的这个影响，尤其咱麻豆哈，我们的园区无水的时候，咱有做围喷，做这个灌溉设备，所以没有因此而被影响到说没有水，然后应用的那天气反而水分少，咱的糖度稍微提高一两度。那最近几年多落雨落就多嘛，很多地方的水果都受损。那咱麻豆哈，以外无受影响，因为我们农友非常的认真，咱有现在送水的设备，所以当水多的时候，一定要底下给它清走安尼，所以哈没有影响到咱给你以外收成。所以在这里哈，嘛是鼓励的大家哈，要多吃文旦。那也要跟大家介绍，就是说我们麻豆文旦，因为这个水也无啥搞啊，然后不水就是有点旱灾啊，水分挺高，然后水分跟水性都无受影响，所以我们麻豆文旦有个特别，就是微酸、微甜、微麻豆，生低生低，所以我们选择在七夕情人节这一天，我们来办这个活动，让希望鼓励大家来吃文旦，多消费文旦，那是我们今天办这个活动的意思哈。那最后就是说，也拜托我们的记者、媒体朋友们哈，因为疫情的关系，要把活动办很大很难，可是要办又觉得冷场很真的很麻烦，所以就是我们今天除了请你们帮我们多报道之外，我们会把这个讯息发布到北部消费地区，让大家都知道来采购这个文旦。那以上这边哈，也最后就是感谢大家的莅临，那希望大家今年就是多帮助这个文旦产业，谢谢大家，谢谢。再次讲台南麻豆文旦呢，因为日照时数最长，因此成为全国最早采收的县市。麻豆春农会在今年文旦上市之际，同时推出吉祥物幼儿鱼啊，是不是非常的疗愈啊？好，那待会的话呢，我会倒数三秒钟，三二一的时候呢，请贵宾朋友帮我们轻拉绳索，三二一哦，还来一下，请贵宾朋友好朋友，我们把声音准备好，跟着主持人一起倒数哦，来，预备备，三二一，请拉绳索。协助拍照哈，那麻烦各位呢，媒体朋友们，一起我们找个媒体，请看一下前方的媒体朋友，来，三、二、一，麻豆文旦赞！好，那我们再一张，麻豆文旦跟其他产区文旦最大的差异呢，在于日照时数最长，因此能将文旦的苦涩化为回甘，因此呢，让麻豆当地生产的文旦。多一份维森区长柳世雄区长，哇，我们的柳区长呢，披着是赤犬的正义披风，象征着绝对正义，保证消费者所购买的麻豆文旦品质绝对有保证哦，大家掌声哦，谢谢你们。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各位好朋友，欢迎第二位是魔法阿嬷张金雪，哇哦。麻豆呢，拥有全国历史最悠久的老藏文化。当年呢，婆婆的嫁妆就是三颗啊，
阿嬷的老脏文旦，让他舍不得将阿嬷卖掉。齐美惠呢，让中国在清道公年间麻豆文旦奉为进贡的圣品，日本天皇东至明日用哦。接下来欢迎我们东方不败三冠王林建良。小时候读书从未得过奖，但却在第一年接受文旦中就拿冠军了，而且还是连三年的冠军，称东方不败，文旦界的东方不败啊！来，接下来的话呢，我们下一位欢迎湘籍诗人李嘉翰，大家掌声热情一点哦！嘉翰呢，坚持采果前三个月不用药。而且呢，只采收在蟑螂九成熟的果实，让消费者品尝最佳的美味。他将文旦产业六级化，研发各类的加工品，并且推动餐桌零距离啊。接下来我们欢迎下一位，是我们的医生郭秋宝，欢迎。从事文旦栽培管理近三十年的经验，让郭秋宝除了每年文旦一件都得奖外呢，更荣获产销履历达人的奖项。他以草生栽培管理、土壤农药施用年年送检，并取得第三机构检验认证，如同文旦医生般的执着，毕生以种出美味的安心果实为目标啊！找农夫不用找代夫。接下来呢，我对好朋友，请用你们热情的掌声欢迎我们时尚教主孙慈明。亲自严选优质文旦，并将时尚融入商品包装中，推出 LV 级的礼盒，让您轻松呢带着走。你看，充满时尚感的麻豆圈能会总干事孙慈明有没有一种恋爱的滋味啊？接下来呢，来我们各位来宾，请你们一起用你们的双手，我们用最热情的掌声欢迎我们理想情人竹围市长。来，我们一起移动脚步到主舞台，掌声在哪里？来，掌声再热情一点哦，谢谢。好，来，让我们请我们所有的朋友移动脚步到舞台的正中间。是的，那先请呢我们的媒体朋友可以先帮我们拍几张画面吗？来，请市长、主委以及我们农友哈。好 ，OK， 再往前一点点哦。好，来，请我们看一下前方的媒体朋友。来，一、二、三，麻豆文旦散啦！来，右边的媒体朋友，一、二、三，散，以及我们左边的媒体朋友，哇哦，一、二、三，麻豆文旦散啦！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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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